20日、啊、接获民众报案，啊，曾有窃嫌啊侵入民宅啊，啊，本所立即到场处理。啊，警方到场啊，发现该住户的二楼啊落地纱窗啊遭到破坏，啊，家中的零钱啊也遭到窃嫌窃取。啊，另本所交阅监视器啊，发现窃嫌啊他是骑乘机车到场，啊，并爬上啊民宅前的椅遮啊到二楼啊破坏纱窗侵入行窃。那本所啊已经掌握犯嫌的身份了，啊，那后续将积极查缉犯嫌到案。